个通常这个出入口哈、哦、是狗容易发生冲突的一个位置跟地点，因为你狗要进来，一只新狗进来啊、哦，这里面的狗哎就有一个领域性，想过来看看是什么人。啊，有一个领域性比较强的会挑衅哦，那这个狗就会比较有那个激动的状态。没关系啊，有状况就要那个哈、哦。他刚看到外面那只狗，有一点哈、哦，你现在隔着那边给他看，他盯了那只，啊？他看那只。哦，他是看那只哦。对对。哎，对。那边。哎、欸，那边有纸。这多大的？三个月。是哪一种品种的？雪狐的一种的。它行为跟狗像不像？像狗一种。也蛮爱干净的。都像。哎、欸，它不会叫吗？不会的。会叫，可是不会像狗那样。它怎么叫？呜。啊。好、哦、啊。对。有没有它这个，像你这个雪狐，它会不会护食？还是说？会护食，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去训练它，让它不护食。所以它真的是不。啊，怎么弄？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是哪里弄？台湾有在培育的，国外也可以进来。哦啊，它除了护食以外，还会干嘛？还会有哪些比较不当的那个？就是。护食或咬人，这些都是要花时间去训。什么样的情况会咬人？什么样的情况？哎、欸，可能你刚抢东西啊。哦、玩一玩，抢他的东西。抢他的东西。他这样，就跟狗，就像狗一样嘛。其实狗会的，他也是会。嗯。啊，会不会摸一摸，忽然间，就是有的最恐怖、欸，最恐怖就是这种摸一摸，忽然间反噬这样子。要看个性。他比较没有，对不对？我、哦、说你们有一个团体都有在养这个，就是对，有的就会嘛，有的就会，因为狐狸的个性比较脾气比较抓不到啦，比较不像狗。看一下，蛮特殊、啊。他这种会不会看家？看家哦，应该不会。哦你来这边公园很多次嘛？哦，对啊。别的狗会不会攻击它？目前都没有。因为狐狸是可以跟狗玩在一起。可是狐狸好像跟狗交配没办法生下来哦。不能交配，可是可以玩。对。你再看一次，你看我的差别。你它如果做不出来哦，你一定要物理的行动。加加拉。就是往下，往下，你再次一定要出来，不然它对你就是会。分别然后辨别的。哎好笨。哎。好、哦、就是那个下去那个物理传动往下的下去、嗯、力量一定要出来啊、哦、来做一次不要再。身体有带动那种感觉哦，往下压下去的感觉很好。哎，这个也是有一些潜能，哎，很好哦。他用那个身体的往下压的感觉哈、哦，哦，来提示他，还不错。